Hello， 这边呢是高雄凤山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很开心，因为我们来到高雄凤山看我们凤山区代表女神，我们的淑华姐。今天看到她真的是超开心，因为皮肤超漂亮。为什么今天我要访问她？好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碰面看到淑华姐，是因为刚生理期结束没多久，然后我记得她下巴这个时候很多痘疤跟色素。那我们近看看一下淑华姐现在皮肤状况，大家看皮肤超细致的，而且你看皮肤胶原整个都出来了，超漂亮。而且淑华姐本身五官就很漂亮了，但是因为她用完这一套保养品之后，整个五官看起来更立体。到时候呢，我们再把她使用前的照片放在旁边，让大家看一下使用前后对比，好不好？OK， 那我问一下淑华姐，你在用这套产品之前啊，有没有去做过其他的保养，或者是去给她做脸啊等等这些？都有做，所以做脸的经验也是有嘛，哈。有。那那时候做完痘痘真的有改善吗？改善还是没有多久就长回来。又再长回来吗？啊，现在用这个生理保养品之后，现在状态怎么样？比较稳定，很稳定哈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生理产品效果非常棒，你用完之后，其实就算以前我们做完脸会在长痘痘过程中，它都会帮你修复，而且修复速度非常快。我们再近看一下，好，现在皮肤整个胶原都出来了，好漂亮哦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好，痘痘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到了。好，所以恭喜淑华姐，你用到这套产品应该很开心哦。真的是我们凤山区的代表，跟帮那个淑华姐做广告。你家里面的经营是什么样的事业？卖牛肉。我们凤山是在哪一条路上？潮州牛杂汤。好，潮州牛杂汤。如果说我们团队伙伴或者是我们网络上的朋友有来凤山区，记得凤松路的潮州牛，没关系，牛网络的查得到，都查得到，在台东在几间店。好，所以记得我们去到店里面消费，有没有打折？有啦。好，报中裕顾问打到骨折，好不好？OK， 好啦，恭喜我们淑华姐，真的超漂亮的。最后到时候一定要再把她的使用前照片再放到旁边，做一个明显改善。也期待啦，期待淑华姐把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需要的朋友，帮助更多的音乐吧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啦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超开心，因为你看立奇老师也在，有没有？保证让你年轻5到15岁，一定要止于生理保养品，保时捷保证。中医服务团的立奇，没有错哦。我们高雄区记得除了找我们女神报道之外，还要找谁呢？找我们的美丽代表。Hello. 这个是我们雪珍阿姨，因为有她，我们高雄区的伙伴才可以有机会去变漂亮。所以记得哦，如果说本身是那种皮肤，不管是痘痘肌肤还是有斑点肌肤，因为中南部这边紫外线真的太强了，除非你本身真的平常有做很好的防晒，但是还是会长斑点长痘痘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皮肤老化是正常的。假如以目前的你真的有这些问题，赶快找我们目前画面上里面这些女神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赶快找她们一起变漂亮哦！太漂亮了，真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影片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期待下次影片看到更不一样的画面让大家看到，好不好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追踪，终于带大家看到更多世界的美丽。拜拜。